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喂，拍手，来吹蛋糕。你没有吹，吹吹，吹吹，呼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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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不会呼？好了，爸爸帮他呼啦。吹。吹吹，吹吹，阿妈来了，阿妈来了，有种三只，啊，三岁就三只没？不是四岁啊，怎么会三岁？爷爷过这顿饭比较正常嘞呀。对，因为今天我太晚定了，所以店比较小，一起吃肉。拍照。好，我这边。因为可以亲他嘛，还能吃吗？等下大概稍微比了一下啦。有哈，有比的吗？有比了一下。好，来那个阿伯，你切另外一边，好，这样子。凯凯在这里好无聊，耶！吃蛋糕，吃蛋糕，阿伯。耶！今天买了一个小三寸，1/30的，因为是1/30。不是，因为我想说不是红叶的，我就不好意思搬回来，因为我也觉得不好吃。因为我自己吃一次，突然觉得那个蛋糕，我也在拆掉，浪费我的钱，好像没有很好吃。很小一个，才399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不用切太小啊，那反正还有这一个，嗯。那个水果给小朋友吃好了，比较漂亮，给小朋友先吃。老公，你说对吧？嗯，是。所以凡客，宝宝跟妈妈没有死掉，对不对？他们应该是没有。可是他骗我，都还要写法兰克的爸爸妈妈。爸爸妈妈是谁？对啊。你有看吗？他看呐、啊，所以我跟我跟他没有看啊，无聊就看。他有跟啊，但是我最近都不能看，因为最近都是天线宝宝赞助。对啊，他要看天线宝宝。天线，难怪收视率破千张。天线宝宝，天线宝宝。不好，听说不好，不好，很差啦。败犬比较，败犬比较好。我老实说，败犬比较好看。败犬比较好看。他这个太拖了，他这个虽然我是小江的邻居的这个管理员，可是我还是要说，败犬女王其实比较好看。因为他这个。他这次剧情又太……其实我只是为了支持阿妈跟爸爸，还有那个姨丈，还有那个阿妈。那不是他们演，先拿给他们，他们想拍先。我觉得他这个剧情的张力不好，对啊，好可惜，剧本写不好，说到就要演笑话这样。哎，这一个亿万面包的那个编剧呢？怎样？是我们的会员，对，我们小江的邻居的会员。对，你喂他吃啊。凯凯，吃蛋糕。吃草莓，你最喜欢有这个的，来吃给他。姨看，给姨看，看着照相机哦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你拿，看你要哪一块啊？我要给你看要吃的。本来我就知道你很不用太均匀了，要吃就再拿就好了。本来还有这个啊，等一下，啊这个换一个。